Jesse 向来有话直说，坦率的作风为他带来许多人气，但也引来不少酸民嘲讽。过去就是曾大方坦诚做过胸部、眼睛及鼻子整形手术的他，今日在节目对话的系列再度表达对整形的想法。他表示有许多网友会批评嘴唇打太大，整容后变丑了。对此他不改直率性格，正面回呛：“那你想怎样？因为我打玻尿酸呐、这是我喜欢才去打的，为何你们要问干嘛去整形变丑了？”并强调这是我的脸，我本人满足就好。他还透露，近来走在路上，时常会有奶奶上前告诉他：“我是你的粉丝，希望我的女儿活得跟你一样就好了。”让他理解自己发言很有影响力，希望告诉大家不要看别人眼色而活，活出自己的言论，再度获得赞赏啊。